今天呢五二一，你看这个猴子在这儿祝天下有情人能终成眷属。那个今天呢，而是美女的教练带我，这心情美美的。还有猴子呢，猴子呢发起了一个挑战，一个礼拜呢要减7斤，看看猴子能不能达到目标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咱们今天的训练开始喽，加油！本周啊，看看这个本啊，看看这个本，我才发现这是个本，这是个木周。我这个礼拜要是挑战不成功，也和没啥关系，因为它是木周，不是本周。真会挑刺。好，猴哥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OK， 开始。放弃。这不遇上小东东，欢迎大哥。燕子，欢迎大哥。刚露营的时候是505斤，现在是减掉了109斤了。欢迎各位小伙伴。今天是一个，其实今天的日子，没错。今天是一个特殊。这个歌很应景，是吧？没错，小心机，发射爱的信号啊！今天王平平，爱你。我们正式开始。五六上侧并步，前后自然摆臂，调整一下呼吸，鼻吸口呼。哎呀，天空不作美。刚才有点下雨，老铁们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换了个场地，这会儿就不下了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训练结束了，祝大家五二一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，再见喽。